我张志豪有明星脸，我们说他跟这个大锅郭彦志有些像。看到这个球打到恶劣方向，反手接到球球抛给游击手，一个精彩的守备。叶竹轩这个球呢是挡下了这一球啊，也守住了这个半局，相对的进攻没有办法攻下分数，目前2-1啦，米高暂时领先。